原来沈荣廷好抽得、哦，佢将会喺11月20日打 Energy Fight 2016搏击慈善赛，而家积极备战啊 ！Viu TV 可以谂下揾沈荣廷参加 G1 格斗第二辑、哦。佢话最想同 G1 格斗第一辑嘅唐子睿、郭思林切磋下。如果我可以喺 Energy Fight 嗰度未死嘅话，我可以去挑战你哋嘅 MMA 嘅，就咁话啦吓。唐子睿、郭思林准备接招啦。